今天好开心啊！来，赶紧拿着，赶紧走。其实啊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你要说什么？哎，孩子，这么大的鱼，快回去！这个是桑姨，桑姨，这是我男神。他是我闺蜜的妈妈，对我可好了。是啊，我领教过。先回去吧。哎哎，你们别走啊！喂，喂，回来！你怎么把桑姨推进去了？我还没介绍我男神呢。啊，我以为刚才你们介绍完了呢。男神，他就是我最好的闺蜜。他就是我男神。我今天初次见面，见到你很高兴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他说。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。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。哎呀，我男神既然有话要跟你说，你就跟他好好聊聊嘛。只许是我优点，不许是我缺点啊！快跟我男神打个伞，来，我进去了。我没什么话好跟你说。不要伤害他。之前他让我代替他去跟你相亲，也就是为了想去跆拳道馆见你。所以，如果你感觉你被骗了，那我向你道歉。你不是欺骗我，你是欺骗你自己。你觉得糖果跟一个不爱他的男人在一起，会幸福吗？你觉得他知道了我是赵明远？
哎，管儿，那个男神跟你说啥了？管儿，袁天，我男神虽然说他不喜欢。你也不能打他呀，你知不知道你那一巴掌打多好心疼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我真的好喜欢他，我就是喜欢他，他怎么样我都喜欢他了。果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帮你追到你的男神。上午不让我见男神，下午打了他一巴掌，现在又要帮我追男神，你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喜欢他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我让他再打我一巴掌还回来。他敢？哎妈，你有什么话等一会儿再说，我先去修手机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有什么事情呢，你就应该跟唐果儿说明白，这样他就好有个了断呀。妈，你能别掺和这些事儿了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事情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哎，怎么又怪我？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他们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而且还跟男神有关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对，我得去找王爷问问。知道真相，千万别怪桑姨。你以后呀，可以靠着李曼丽，天天呢，就只能靠着赵明远了。咱们喝个酒什么的，我有点事要问你，行吗？我请客。哎，那太好了，好好好。好啊，你王爷，你上班时间你不好好伺候李太后，你还要约着喝大酒？你没事了，糖果啊，你没事了？我没事了。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，你别声张。你还知道丢人现眼啊？你说你这么大人都不知道保护自己。行了，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啊？沈天天同志已经非常深刻地教育过我了，你就不要再做复读机了嘛。哎，看他提起沈天天这副样子，应该还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糖果，嗯，你今天找我来干嘛呀？我来感谢你啊。我听天天说了，那天你为了救我，你横冲直撞，横行霸道，左劈右砍，左右开弓的。行了，你把我都夸成古惑仔了。行，我走了啊，不跟你。哎，你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你不是古惑仔，你是那个黄飞鸿，你是大英雄。那个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问问你，那天我昏迷之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你还是别知道的好。我都替你害臊，不光彩。你呀，踏踏实实的回家休息。你别再疯疯癫癫找你那什么男神了，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，听见没有？我走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哎、你必须把话说清楚。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。别问了，行吗？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啊！不行，你不行，你要告诉我。别闹了，哎，你回。继承者们的一夜情，哇，这个劲爆啊！哎，这个真的好看，这个好看。糖果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呢？你说我不让你问，你非问。
那天你被下迷药了，然后那个男的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绑住了，把你俩放一块儿拍照了。王爷，这照片是不是已经流传在网上，而且影响很大呀？你呀也别太担心，这个网上的呢都已经删除了，而且你跟那男的呀实际上也没干什么。不是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谁要陷害我呀？这一开始呢，我原本以为是你自编自导自演自己策划的，后来我听说是你妈的公司对头干的。你现在啊，别往心里去，不要动气啊，踏踏实实回家休息。这事儿我调查，我一定把这凶手给你找到，好不好？完了完了，我男神一定误会我了。上次 Lisa 的事情，他就对我有看法。这次连你都觉得是我自编自导的，那他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他肯定觉得我赖着他不择手段。完了完了，怎么办啊？所以他现在才不想见我呢。不行，我得跟我男神解释清楚，我糖果做事光明磊落，光明正大。走了。哎，糖果，你是光明正大，别人给你下班怎么办呀？你傻不傻呀你？